们有时看着呆头呆脑，他们有时还很凶猛。只要有他们在，苗圃园里竟然不用请人除草了。他们可真厉害，他们就是苗圃园中的除草雁。科技院马上为您讲述。各位好，欢迎来到科技院，让我们共同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每一年随着天气转暖，田中的作物也开始生长了，可是这杂草也是跟着一起长起来了，所以除草是人们必须要完成也挺头疼的一项任务。但是呢，您在这个上千亩的苗圃里啊，会看到一种奇观，原本茂密的杂草都被变成了光杆司令，再也不会去跟苗木争肥争水争阳光，不会对苗木构成半点威胁了。这个院的草点都比较强，明显的，你看哪有草，没草。曹厂长说的没有草，指的是没有那种枝繁叶茂的杂草，都是草梗。对，剩下草梗以后几天还能再长起来？绝对不长了。不长？绝对不长了，没事了。曹厂长用的是什么高招，把杂草全都变成这样连一个小叶都没有的光杆呢？虽然草梗还在，但是没了叶子也就不再有光合作用，草就失去了生命力，所以也就等于是除了草。通常在苗圃地里除草可一直都是个大难题。一年的雨啊，都弄过来了，都是荒地了，就更多了啊，都荒了，都弄不动了。是这个桩，你看这个，它一发硬呗，是这个桩都是装不下的，装不断。用化学除草剂会更省力，但是有的化学药品对苗木还有伤害，苗圃园里主要还就得靠人工除草，这成本可就高上去了。这是五十多亩地。起码得干三，得一遍干过来就干三四天吧，一天都光那工钱得1000多块钱。听说这除草成本是挺高的。啊，高多了。给苗圃除草真的是难呐。但是现在，曹厂长负责的苗圃有上千亩，园子里的杂草都变成光杆了。曹厂长告诉我们，他没用人工，也没用化学药剂。那么他用的是什么办法呢，能够这么彻底的解决除草问题？曹厂长说，帮他除草的就是这些看起来笨头笨脑的家伙。这是一些什么家禽呢？似乎像鹅，不是，像鸭子，也不是啊。在河北肃宁，曹厂长他们当地人们很少见过这种家禽，也没人搞养殖，更别说请他给苗圃除草了。那这是一种什么家禽呢？它的名字叫做非洲雁，原产美洲热带地区，后来引入非洲才被命名为非洲雁，是水陆两栖的飞禽。人们养殖它大多是因为它的肉质细嫩，口感醇香，有鲜美的野禽味，而且还营养丰富。要说到曹厂长他们与非洲雁的缘分，跟吃肉可没啥关系。简短截说，两年前苗圃经理姚国伦也像很多人一样被苗圃的除草问题困扰着，忙着探索有效的解决方法。他想试着利用动物给苗圃除草，动物吃草填饱肚子，这样既能省人工，又可以避免化学除草剂伤害苗木。这个思路不错，
但是真试验起来却并不顺利。首先他们找来鸡做试验，但是不行。鸡呢容易上树，对这个树有伤害。鹅就不会了，它飞不高，一般只能在地面上走来走去，不会飞到树上对树造成伤害。但是它有一个坏毛病，也会伤害到苗圃中的树。这鹅呀，它有个缺点，它那啃树皮，把苗圃这个树皮都啃坏了。鹅不光啃树皮，还很挑食，很多杂草野菜它们都不吃。这鹅呀比较挑食，像这种这个草，这个稍微一老它就不吃了。包括这个青菜，这个菜野生的这个菜也是，它不吃这个。正在这个发愁的时候，姚国伦偶然在一个朋友家里遇见了非洲雁。我们这个肃宁啊有个同事，他家呀养了十来只这个非洲雁。他告诉我说非洲雁平常就是给它打草喂就可以，然后它产蛋产肉，这个效果非常好。正是听说姚国伦正在为寻找除草动物发愁，朋友就特地把不挑食食量又大的非洲雁推荐给他。当时这真的是让姚国伦眼前一亮。最害就是它这个吃食量大，不管这个菜草野生的它都吃，它不挑食，这是普通的鸡跟鹅做不到的。但是这能够吃草吃菜的非洲雁吃不吃树苗和树叶呢？姚国伦不清楚，他马上就把非洲雁请到自己的苗圃中来试一试。这一试不打紧啊，大家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人们发现非洲雁有几大习性，好像就是专为除草而生的。首先，非洲雁通吃各种杂草野菜，不挑食。菜不管老的嫩的，都是它的美味儿。吃草是一律拿下，吃草籽儿也是仔细认真。看起来，吃所有的杂草野菜，它们都很享受。第二就是不伤树叶，它吃草不太挑食。另外对咱们这个树啊，比如说咱们这个园区有的核桃、枫树、白蜡，这个叶子它不吃，对树一点伤害都没有。只吃杂草野菜不伤树叶，怎么会这么巧呢？这非洲雁好像天生就是为了给苗圃除草来的。姚国伦又接连做了不少试验，发现非洲雁的食性确实就是这样。的确是这个效果非常理想，把那个草跟菜呀、都吃光了，对于咱们那个树的叶子一点伤害都没有。它不吃。非洲雁怎么就不吃树叶，专吃野草野菜呢？这里边到底有什么奥秘呢？怎么样能够更好地利用它的习性？姚国伦想不出来，就把他的好朋友沧州农林科学院的翟玉柱教授请到苗圃中来帮忙看看。教授说请非洲雁来苗圃除草，正是巧妙地利用了大自然的规律。好多植物啊，就是尤其是高等植物，就是咱们的树，有一种使这个鸟类吃了以后不愉快的气味，你把它揉碎了以后闻一下，它有什么气味？是，就挺香的，挺香的，一种特殊的香味儿。这种香味儿可能就是对这个非洲雁，它比较讨厌、比较厌烦这个气味，所以它就不动。树木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为了自我保护，会分泌一些特殊的气味，结果就造成很多鸟类只来树上捉虫子，而从不伤害树叶。这种对人来说是香味儿的气味，在非洲雁就很难闻，它只吃野草和野菜，绝不会去动树叶。第三，爱捉虫。再观察非洲雁，除了吃草不动树叶以外，
它们还会像其他鸟儿一样，也吃昆虫等小动物，而且表现得尤其勇猛机灵。它是食性比较杂，能看见基本上都吃，苍蝇、青蛙，甚至蛇它也吃。它看见人家苍蝇飞的时候，它很快，它的嘴的速度比苍蝇还快，上来就把苍蝇吃了。不知道它在干什么，这样老晃脖子，啊、那是吃苍蝇的吗？对，对。第四，胆子大，能跑单儿。比起其他家禽来，天生勇猛机灵的非洲雁活动范围更大，哪儿有草就往哪儿去，能把除草的活干得更加彻底。这整块地到处跑，到处它搁到处跑，也可以群居，也可以跑单，它除的这块地有多大，它就给除多大。这一点鸡都比不了。鸡胆子比较小，它不愿意跑单，活动范围比较小，它就是五十来米，它就是这一块，它往远处跑也就是几十米，然后投入鸡群，一有风吹草动它就回来。你比如说它这一个鸡这一个群就是五十米，在外边的草就里边肯定除完了，除得很光，到外边还是那么多草。第五，长相也是非洲雁除草的一大优势。跟鹅比，非洲雁独特的长相还有助于它更快的除草。非洲雁这个嘴带钩，这个鹅这个嘴几乎是没有钩的。非洲雁嘴上的弯钩的程度比较厉害，鹅和鸭子嘴上虽然也有些这样的形状，但是总体来说弧度就小得多，比较扁平。它这个衔那个小嫩草的时候，它有钩，它方便把它叼下来。如果它的嘴是平的，那叼不下来用。但是非洲雁只吃草叶，姚国伦就担心留下来的草梗是不是还会发芽长叶，争水争肥，影响苗木生长呢？来他苗圃里干活的很多老乡也有这种顾虑。反正我不敢相信。为啥呀？他反正他这玩意儿他吃不了那么干净，是不是？他不跟人除的这草除的干净呗？那是人种的干净，他吃不了根嘞。教授告诉姚国伦，这个担心完全不必要。草叶都被大雁给吃了，现在从这个地方看到吧，又开始钻那个小草芽，小草芽它钻出来以后，不等它钻出来，不等它长，马上也被大雁吃了。光是一个杆，它自己它也就慢慢的也死了，对这个作物，对这其他的苗木不形成那个竞争作用了。最后，非洲雁吃草籽，对除草的贡献还不一般。非洲雁不光吃草叶，还喜欢吃草籽。这样就更加减少了野草繁殖的可能，这一点人工除草可是比不了。人们虽然会把草连根拔起，但是对散落的草籽却没啥措施，杂草得以顺利的传宗接代。人工去除草的话，这个禾本科草一年出个十多次，就是最多的时候能出十多次，它出十来茬，除了以后半个月又长那么高。本来人工除草是一茬一茬的，等除的时候免不了不少草籽已经接出来了，而非洲雁整天在地里边巡视，就不会让野草能够开花结实。另外即使是田里有草籽，它也会给吃掉，不少野草种子就不能够再落地生根发芽了。真是大自然的造化，非洲雁就是专为苗圃培养的除草工。原来姚国伦他们只是买来十只非洲雁做试验，现在有了明确的结论，非洲雁个个都表现很棒。事不宜迟，他们很快就从外地买回5000多只，想着田里的除草问题马上就能解决了。可是没想到，非洲雁一进苗圃以后，竟然不怎么吃杂草野菜了。他们懒洋洋的扎堆儿，找阴凉地儿歇着，就是不干活。这问题出在哪儿了呢？姚国伦观察来观察去，几项原因渐渐水落石出。这第一啊，就是吃的太好了。
原先他们做试验的时候，一心只想着看看非洲雁吃草能力怎么样，没有太精心的补喂饲料。现在这5000多只非洲雁来了，这可是除草的主力，他们不敢怠慢，想着一定要保证非洲雁的营养供应，干活会更加出色。让姚国伦他们没想到的是，非洲雁们却并不领情。一开始没有经验，一开始做的时候，每天早晨喂一次，中午喂一次，晚上喂一次，这不行。你把它喂饱了之后啊，它这一天它就不吃草了，就不干活了。被喂得饱饱的，非洲雁就不会再去吃草了，他们赶紧减少饲喂次数。然后我们就采取了，就是从早晨一直到下午工人头下班以前，我们是不喂它的，等下午天偷黑以前喂它一次。这样之后情况有些改善，睡了一宿的觉，一醒来需要吃早饭的非洲雁马上就会勤快地去苗圃上工了。而到了傍晚有补喂饲料，他们就可以根据自己各自的情况去适当的补充，缺多少补多少。但是在苗圃里还会有非洲雁不努力工作的情况，这就是姚国伦他们发现的第二个问题，让非洲雁玩的太多了。我给他修游泳池，觉得洗澡不是挺好吗？但是修上之后起了反作用了，他就不干活了，每天在水里边泡着，整天在水里头待着不去吃草。难道这些非洲雁要拿玩水当饭吃吗？他就在里面觅着不出来了，到时候他出来上你的饲料盆里吃饲料去，他就不吃草了。教授说他们在水里泡着活动量小，也能够减少消耗，确实用不着吃那么多草了。如果跑着吃草，那么它需要的食物量就会更大一些。它跑着就是消耗能量，然后呢它吃草，吃草呢再跑再消耗能量，咱就是让它为了让它吃草，随着跑的过程中又吃草，它自己又长又消耗能量，把草都给吃光了。姚国伦他们就赶紧撤了水池游泳这个休闲项目，非洲雁们马上就勤快起来，除草进展快多了。非洲雁是水陆两栖的动物，没有水也行。不过姚国伦他们还是担心非洲雁离开水会不舒服，就创造机会让他们隔三差五的适当的玩玩水。实际上人们能够看出来，有了水，非洲雁们的心情会更加好一些，饮食娱乐都安排妥当，非洲雁们愉快地守护着苗圃，除草的事情让人安心不少。不过苗圃里又多了桩让人是既高兴又烦恼的新活，那就是捡蛋。姚国伦他们最初对非洲雁的管理比较随意，没有特别规范他们在夜里归巢。非洲雁野性强，活动的地方很多，再加上他们很容易跑单，走得会更远，所以在这方圆上千亩的苗圃里捡食雁蛋简直是难上加难。你中午吃了晚上还得吃，它零零散散的不知道在哪儿，所以它满地乱找的话费时费力。捡不行，捡了又太劳神费力，有没有好的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难题呢？一个小细节引起了姚国伦的注意。工人们6:30上班，就发现地里边
就有蛋了。头一天没有的时候，第二天早晨一上班六点半就有了，那肯定就是指凌晨六点半以前早晨产的蛋，这就说明它是它的习性是凌晨产蛋。有了这个新发现，掌握了非洲雁的产蛋时间，就有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好办法也马上就有了。他们建起了产蛋大棚。等晚上他回来的时候，把门一关，这个蛋全部产在这个大棚里面了。就等到早晨六点半以后开门放行，非洲雁们陆陆续续的去田里上工了。人们在产蛋大棚里轻松地捡蛋。我们捡蛋这会儿这是最高兴的那个。咱这集中起来多好，又省工又省事又省力，几分有半小时能搞定。捡拾雁蛋有了妥善安排，似乎是非洲雁除草的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有了着落。但是姚国伦他们还发现，苗圃里小苗区域还是有些问题，成年雁经常会踩坏小苗。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不就都圆满了吗？姚国伦他们再次做起了试验，发现小非洲雁脚下的力量弱一些，不会伤害到小苗，应该能够解决这些园区的除草。但是小雁最早在什么时候能够从苗床下到苗圃中呢？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小雁早一天下地就能够节省不少的饲养成本。新的试验又开始了。最后他们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在苗圃里开辟出一个专门的学习区，把出生七八天的小雁放进来，观察它们下地除草的效果。去跟那个大田也没有啥不同的，都把它圈起来了。它就是面积小，面积小就对，它就是面积小。那好处呢？好处咱就是在一进门咱能看到，是个人咱能看到。反正咱的工作人员过来之后有什么异常反应，这鸭子是不是有什么毛病，都能看得到。他一看到之后及时反应。小雁在学习区一边熟悉苗圃除草的工作，一边也被主人精心地照料着。因为小雁还比较弱，他们特地多补四些精料。放回大自然之后，大田之后，你这个料还得坚持喂。随着小雁逐渐长大，吃草量逐渐增加，曹厂长他们给小雁喂料却是逐渐的减少，最多超不过一个礼拜的，但是可以打前方。这样耐心观察，最终把握了合适的时间节点，相关的问题都得到了妥善解决，非洲雁在苗圃的除草工作圆满落定。得知姚国伦他们的成功经验，不少同行呢还专程到他们的苗圃来取经学习。这春天来了，大家呢开始了一年的农事安排，我们也给您提供一些建议，帮着您未雨绸缪，为今年理想的实现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也希望今天非洲雁的故事能为您积累到一些宝贵的经验。好了，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更多信息，你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联系方式获取。感谢您的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小尾寒羊一胎能产2到6只羊羔，可养殖户为什么说它不能赚钱？
胡杨没有小尾寒杨能生，但是养了胡杨之后，养殖户却说他们从亏钱变成了赚钱。科技院下期讲述。